在新北板桥让我吃到爱上的串烧居酒屋，超厚的鸡腿肉串刷上独门酱汁，蛋黄的浓郁洗礼，各位排好队伍准备进入我的嘴咯。今天八二年的吃货带你们来到位于板桥的三南串酒厂太嘎好爱嘿梅森，一进门先被客满震惊哦，想必这种炭火炙烤的串烧肯定也是座无虚席哦。师傅熟练快速的掌握每一种食材的时间熟度，这里的鸡腿肉串必点哦，看这烤台上的数量就知道，蛋白质与蔬果的组合更是下酒的好味道，看起来烟雾弥漫吗？超强的抽风机让我完全感受不到烟火气哦，弥漫在空中的只有氛围感。这里的每一道菜，我今天点的所有，我给你们保证无雷，我都会放在内文里哦。一开始先用红酒蜜番茄清爽开胃，鸡腿肉、牛小排、猪肉、芦笋卷、月见鸡肉丸上桌，趁热吃，软嫩好吃又爆汁。绝对必点的潮水莲、清酒蛤蜊、超软嫩的炖牛舌和你会爱上的明太子乌龙面，在品尝之间当然要来点大人的果汁啊，荔枝、黑醋栗、柚子，最后再来三色烤团子。我今天吃了好多美食进肚子啊，来各位干杯，看我开心的像个孩子。